有大陸第一網紅之稱的直播主馮提莫在14號出席一場路跑活動的時候，被網友拍低無 P 圖的樣子，不過相中整個人的比例看落都頭大身小，令到馮提莫再一次陷入身高疑雲，掀起了一波討論潮。雖然馮提莫自己宣稱身高有160，不過他因為經常走在街頭拍片，有網友推斷馮提莫看落似是55身，如果用腳的長度去推算，實際身高可能只得 148cm 咋。